拿到这个麦克风。完全娱乐啊，这四个字感觉有点像那个跟老婆离婚很久之后的娘家，然后碰到丈母娘。第55届电视金钟奖创新请来三阶段的典礼主持人，第一组就祭出超猛的对手阵容：白嘉琪、Gino、曾婉婷、陈冠霖三立名士台语八点档的演员破天荒为了金钟奖将首次同台。在这么大的场合，两边居然要合作，我那天还翻了一下，就是想说，哎，愚人节吗？其实很雀跃，非常兴奋，因为真的是第一次两大电视台合作。那一段时间刚好都在录抛虾的杀青系列。事实上真的是忙到不可开交，所以没去想。对，没去想就立刻答应了，这样的意思吗？其实我也不知道，我也没答应，所以我现在放在这里。又期待又怕受伤害，就是因为我已经喊了我想要去金钟很多年了嘛，然后这次终于有这个机会，那没有想到他们居然找我主持了，因为其实一直都还蛮期待，就是有机会可以站上这个舞台。那出道11年，终于圆梦了。进金钟奖真的能够两台一起合作，我相信是非常吸睛，然后效果也会1+1=2。平时王不见王后不见后的组合，连袂担下电视金钟第一阶段主持的重任。光是拍摄 promo 时的造型，曾婉婷和白嘉琪该露的都没少，大秀身材，似乎就先闻到浓浓的火药味。虽然剪裁是很简约的，但是呢，就是还是蛮显现身材的。当然是我的小蛮腰喽，难得可以有机会站上这个电视人的制高殿堂，当然不可马虎啊。评比吗？因为评第几没有？哦，真的，如果是就是有被列评的话，我应该会哭。所以拜托你们手下留情。是鸡头摸一下背。伸进去哪？到肩膀，取暖。现在是谁？你自己觉得这样子抱会不会很奇怪？那就对了。阿天，你可能要再多一点给我，这样子我才看得到。抱了之后，对。现在有不舒服吗？有，其实一直都不舒服。真的吗？因为那个这个关系吗？哦，但刚刚看不出来耶。对，你们也是个演员嘛。工作的时候反而可以转移一下注意力，就会比较舒服。那套服装这样逆光打的时候，身材曲线一览无遗耶！我的天哪，我现在曲线可以，还很漂亮，还很漂亮。就放心了，要胸有胸，要腿有腿，养眼到不行。相信白嘉琪和曾婉婷典礼上的战袍肯定也是吸睛焦点。相较之下，Gino和陈冠霖比的却是这样吗？这样子，这样怕，哇，对，我是哪边？你怎么会后面好意思有人在拉我裤子是吧？是我在帮你夹。我会不会觉得你管一点恭维老师女？这个月份难免会有一些。等一下，这样。妹妹，我下面有东西，你就往上拉，会痛，好不好？会痛，好不好？然后是五五，我怎么没有？今年是55金钟式的主题就是对手，所以集这个的时候要有一点力道感，好，有点力道感给我。会痛哎？出血吗？起一点。你一说集掌，你看我们的造型师马上把戒指换到这一手，就是超狠的。他会痛啊！哦，对，好了好，一颗就 OK， 这第二颗好不好？哎呦，我忘了你前面有音效，有人帮忙讲话，其实你的地盘让你讲啊，帮你拉袖，我觉得我就觉得是往上拉，就中规中矩，你那边就是这个往下拉，挡掉，你工作挡掉，工作好有乐趣哦，再拉一下。他们那个造型师名片留一下，还帮我拉，还帮我拉裤裆。你这么想要是不是？我跟冠霖哥蛮享受的。要惺惺相惜哦，要给我个惺惺相惜，然后互相不是这个惺惺。要有爱哦，要乐乎。有，那就直接比乐。不行。因为你再给我吹一点，因为刚刚你太看他了。就太看冠霖哥，一直都带到拍摄的人，下次就太冠霖哥了啦。
OK。你就是男男 BL 乐队。是啊。早说嘛。太棒了 ，BL 蓝线可以从台北车站到芦洲，好不好 ？OK。夹裤子又夹了。没有，他用别针直接点起。又要哎。安妮斯，我也有一点点。裤子已经很紧了。够紧了，这样。对。想办法再紧一点。没有最紧，只有更紧。对，往上拉。他怎么做照做。冠霖哥之所以这么成功，所以他做什么你要照做。没有没有，但是你要看他拉是，他是拉偏左偏右或拉中那啊，真的吗？对，我有不同的乐趣吗？不一样的，不一样的感觉。我还会询问，哇，还有做客服哎。哦，第一次见到我们的金牛哥，真的是，对，是真的，对啊，前辈嘛，很敬仰，然后也。没有合作过，但是我觉得要真的在他身上多学习，因为毕竟没有拿过主持棒。冠霖哥刚刚还是发挥的蛮好的啊，不输给那个 Gino 哦。真的吗？真的。这集公司他会看吗？会。你会不会偷偷打听冠霖哥要穿什么？我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一开始就制造对立呢？哦、我有。我真的是对手、哦。没有，我也没有偷偷啦，就是我有问他们说，哎、欸，那个。这个冠霖至少 promo 会穿什么衣服，我们比较不会去强蹦到，或者说差异太大。那这个，对，就是打听。哥，那你会偷去打听 Gino 穿什么吗？不会的，不会是不是？对。为什么要偷偷去打听？因为我没有问他。说打听或者是说比较，其实是没有的。就是说，因为到时候不是单独一个人嘛，是四个人，然后其实希望出来大家的，出来的痛调是不是一样的？典礼主持本身就不是件容易的事，尤其四人搭档在很多方面来说都是第一次。不过看他们在现场的互动，哎呦，感觉默契好像还不差。所以这边笑掉，等一下就不用笑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难弄。你可以，到底谁来换一个？不是，我只有听到节拍器的。你接受了，我要跟你动了。你知道走到这个真的是要余光看，你知道吗？对不对？对，不容易，走的人才知道。好了，再见吗？女生更难，到这的时候你是这个身形，不是我这边，他是侧，因为我想说，我到时候转过来变你们。OK， 那他有想法是一样，对，因为我会。我有发现，默契耶。前所未有的困难，有这么困难？紧张了，逼死我！很困难，到这时候才是转弯点，到这儿。好的，好 ，OK， 好，谢谢。我们有收音啦，然后就一直看到你卡位置，大家还是讲而已啦。这工作好难，真的。最后一个帽子，那你有插手，然后你有插手，好，你有插手，最后帽子。我照顾你。你多认真。回头。我们再一个。明明就很久。不是，是因为差一个回的太慢了。我回的太慢了。没有那么多内心戏，好吗？回头。嘿，不是，我本来也要擦，就你擦起来了。
我觉得要跟另外三位搭档好好来讨论一下，要怎么样在那个尺度之内，然后玩出一朵花。更何况，我是里面应该唯一两台都待过的人，所以我是最没有关系的。那如果真的要我当炮灰的话，我也很乐意了。就我来玩，他们来收拾我也是 OK。什么担当哦？我觉得应该是搞笑吧。那我只好不要脸说我自己是颜值担当。对，我好像也只能做这样的部分。真的要讲，应该就我最拿手舞蹈吧。舞蹈担当。对啊，如果说中间有什么要跳舞的，当然我就责无旁贷。什么担当吗？對對對，我觉得我完全是拖垮这个队伍的，拖垮这个队伍的颜值跟素质。怎么会？你们刚四个人站在一起，那个画面很赏心悦目哎。不是啊，因为我们从头到尾我们不是只有站在那儿啊，你懂吗？因为你跟露露不是蛮好的吗？对啊。会不会跟他问他说露露？我就是怕一不小心表现太好，以后他被我取代怎么办？你懂，我们姐妹不想让这样戏抢，那抢了他的饭碗，我会不好意思。在台下风声中，多少可以感受到四人的紧张，却也让人更加期待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。白嘉琪、Gino、曾婉婷、陈冠霖难得一见的组合阵容，怎么可以错过？就请锁定9月26号晚上7点的第55届电视金钟奖颁奖典礼喽！完全乐蔡雪成影陈家峰采访报道。江湖盛传他们王不见王，为了最高荣耀电视人的金钟奖，他们决定化敌为友，今天齐聚一堂。